我是阿布力，一名演员。我开始了一次没有台本的旅行，也就是我的行程没有任何计划。旅途中，我要寻找的是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和住在中国的外国人。会拍摄到什么，完全不可预测。我住中国篇，这集的拍摄地是帝都北京。这集也是为了节省经费，让导演来做主持人。来北京了，但我不知道去哪。怎么样？不知道去哪的感受？第一次感受，不知道去哪，到底见谁呀？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去采访，特别奇怪。东东辛苦了，东东不好意思，每次让你这样。这是在模仿我骑摩托车出场吗？来到的是北京语言大学，听说这集的主人公在这里。霓虹镜是吧？霓虹镜，公共霓虹镜的。どこから？霓虹镜是吧？あのテレビの取材で来てる。ちゃんとほら、記者証もある。記者証。日本のどこから来たんですか？愛知。中国人のイケメンは多いですか？中国人。別に。この二人じゃないね。ごめんなさい。食堂はこっち？食堂ここです。和素昧谋面的主人公约好在食堂碰面。だったらすぐ気づいてくれる。私も同じこと。我不是迷信嘛。导演凭着第六感在寻找主人公。啊，很酷的。你好，你穿的那个衣服，很像那个日本的少女。哇！好可惜，太害羞了。衣服？啊，不要了。在哪里买的？网上，淘宝。衣服？男衣。嗨，そうです。好，こんにちは。你好，你好。是日本人，长得不像日本人。啊，长得像中国人。长得像杜海涛是不是？对对对。你呢？什么东西？衣服是什么？核桃。哪里过来？核桃。核桃。对，这是古玩嘛，就这么按摩。哦。然后就可以这么玩。我第一次看日本人玩这个，像中国人的感觉。你去。对，大学生吗？研究生。研究生。研究生一年级。一年级。是。你说的中文太厉害了。没有。太标准了。那个。你不是日本人吧？是日本人。混血吧？没有。没有吗？百分之百日本人吗？你说。没叫欢迎大哥。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、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，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？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。西田聪君，23岁，听说在日本的时候看我主持的中文节目，学习过汉语。那你那个难道期待那个阿布力东东来？那不好意思，今天只有我。今天只有我来，他不来。不是今天。啊，不是今天，这次他不来。这次他不来。啊，他工作很忙，来不了。啊，没问题，咱们这个你犹豫了吧？没有，我们没有，可以接受这个采访？可以吗？愿意，可以继续做吗？用一辈子说，我愿意。那个我有一个昵称，就是同学叫我那个中国人，他们都不叫我名字，就叫中国人，中国人啊，中国人，对，日本名是西田聪，东西南北的西，田地的田，聪明的聪啊，聪明的聪。没事儿，出门遛弯买根冰棍儿。好吧。你要这个？我没有啊。刚才他说，你再说一遍。出门没事儿。没事儿，出门没事儿，出门遛弯遛弯买根冰棍儿。
冰什么？冰棍是什么意思？冰棍吗？冰淇淋。冰淇淋的冰块的意思吗？对对对，你不能说冰棍，冰棍太大了，要就是冰棍儿。冰棍儿，这好听啊，这主要是好听。别的广东话，中国人と話してると一緒なんだもん。全然日本人を取材してるからね。日本語喋れないでしょ。喋れますよ。我想最想知道的是，你想做你做什么？我做什么？主要是混。混五年了，五年了，对对对对，就北漂差不多，对对对对对，日本人在北漂，第一次见了。你的朋友里像你这种流利的人，会说中文流利的人吗？有很多，对对对，有很多吗？哎呀，有一个成语怎么说的？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哦，卧虎藏龙，怎么说？就是说，总你去什么地方，任何地方都是比你好的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对。是吗？对，谢谢。但是我的谢谢估计猪了，猪内。猪内亮。哦，不是。说是我住在这里的，对对对，他住他是我住啊，我住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住，对对对。我刚看了冲绳的节目。啊，是吗？对，谢谢谢谢。现在搬我住的。然后谢天我也知道。他是主人。你认识我？然后认识。没有。哦，他是做什么？是学生，然后也会说相声。相声。漫才啊，你会漫才啊？西田君三年前正式拜丁广泉老师为师，向着专业方向发展。相声大师侯宝林老师就是他的师爷呀。谢谢，拜。漫才个相声，哇靠，相声不是相貌之声的相啊，爱电的爱电的啊，你声音的声啊，相声对，相声一般读轻声，相声啊，相声对，相声。这样的西田君在吃午饭时难得表现出了日本人的一面。我ここだけ日本人ここだけ日本人唯一ここだけ日本人。我来中国之后开始吃韭菜，之前我不喜欢，日本人不怎么吃韭菜，我觉得一般情况下没有啊，我喜欢吃啊。是吧？雷巴尼吧。对啊，那也是中国菜吗？那也是中国菜。对，我特别喜欢吃雷巴尼。咱们去哪？我师兄家。哦，大师兄家。刘克桑，どうぞ。いやこれがないとも もう生きていけませんよ。ずっと喋ってるから。もう喋るのに。これはもう大量に。ただ专业嘛。西田君说他特别喜欢坐地铁。あ、ちょうどいいとこになりました。あの保津次の駅が保津市営南港ですよ。あの英語が超面白いです。最想听的是地铁内的广播。研究这种方面的。南口站是换乘车站，换乘地铁五号线的乘客，请在红星街南口站下车。红星西街南口 station。这也是说中文的一个训练吧。バスのおばちゃん。あれはもうこれ以上のものはないですもん。ハーバーさん、ハーバー。あれ癖になります。あれわざわざ聞きにバス乗りますから。そんな楽しくないよね。帰っていいですか。降り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すね。舍不得吗？那我们先走，拜拜。我们来到了西田君的大师兄家。崔老师今年68岁，是相声界的大前辈。就在南京，对，一直在南京。好，走吧。谢谢。
为了在明天的课上表演，今天特意来和崔老师练习。这就是真正的。啊，这个给我。你假的。假的。像不像蛤蟆叫？蛤蟆。2014年拜丁老师为师的时候，老师给了他这个。对。在吗？弄。啊，弄，弄西朝月月啊，哎，月亮的月，月朝浪风，弄月朝风，对对，就说话说来长吗？这个风，和月亮，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我们平时生活当中，理所当然的存在的东西，然后呢，弄和嘲笑就是差不多的意思。你怎么去把这个生活当中的东西，去表达，然后说给别人，相声的精髓就在普通人的生活中。好的，咱们吃吧，吃饺子吧。练习相声前一定要吃饺子。相声とやる人としても。まあ、理念みたいな。理念ですね。あ、您坐哪？我正吃完了。啊，吃完了。不是，我特别淡。我这会儿倒不算，无所谓。我也开过了的。先讲到先聊一聊，然后吃饭，然后去排练，哎，是吧？哎，有用。知道醋吗？对啊，日本人也吃醋。没有，没人吃醋。我吃醋，我最爱吃醋。好饿是吧？好饿。边吃蒜边吃饺子。对，这也是中国人的习惯。三个人呢？几个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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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不会。那哪知道浇蒜吃啊？刚浇的。辣。这不叫吃饭，这叫排练的一部分。我们要一定是一个是。谢谢大家。对春联讲的是一三五不论，二四六分清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。哎呀，行，对春联嘛，最少得两个字。那行，那我这回跟你说俩字的啊。嗯，我说羊肉。我对萝卜，羊肉怎么能对的啊？萝卜，您这羊肉是？我这羊肉是吃的。哎，萝卜也是食物。我再说一个钟鼓，萝卜。钟鼓怎么也对萝卜呀？对对，萝卜吧，您这。我这钟鼓是乐器。哎，对呀。敲的那钟，打的那鼓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也是乐器。我说的是敲的那个锣，打的那个钹，锣，钹。再听这个，我说绸缎。对萝卜，对，绸缎也对萝卜。妈妈骑马，马妈妈妈骂马。哎，我说的是这个妞妞，这北方的姑娘，她哄着一头牛，这个牛不听话，太拧了啊。她不打这牛，她不骂这牛，她用手拧这牛，就说妞妞哄牛，牛你妞妞拧牛，拧我呀。啊。纸笔墨砚，对，纸笔墨砚，对，没有。这会儿要想了吧？嗯，这个三个字要想吧，马牙子儿，马牙子，羊角葱，羊角葱。没想到这个对春联，虽然学了五年，但还有新的东西。刚才里面搞的那个剧本，已经做了5年了。对，这对春，这个段子叫对春联。啊，对春联。对春联是我刚一来的时候，这第一个。拿的第一个段子是对春联，所以我是特别喜欢。但是呢，这个说着说着，一开始师傅也不会说你这个有问题，就师傅说，哎，你不错，哎，那太好了。然后拜师以后，真正我是2014年拜的师，然后2014年之后就慢慢有一个就走的艺术路线，不是那种你背完词儿就不错，不是，
就是你走的这个再艺术一点，向上一点，有味儿。我也会啊，会一点点。你说吧，你说。对十年，你先讲，你看一下你就会了吗？对啊，你先。曲艺的特点是短小精悍，一段一个内容，一串萝卜。他记住了，他记住了。萝卜，可以，可以吧？练习结束后，西田君说要见一个哥们儿，拍摄组就跟着去了。哎，王浩博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跟他学的，对，他北京的。跟我学什么？儿化音。跟他学泡妞吗？泡妞我不会，我一直，我们是认真的，对对对，我们是乖。不要说我们是认真的，就感觉咱俩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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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我给出卖了都。跟他学泡妞吧。别，我喜欢什么样的妹子？什么样的？头发长的。皮肤白的，胸大腿长的，这个话题肯定不会跳过。哎，为什么？必须的，对，必须得后边。哎，我是害羞，我不行。那中国妹子和日本妹子喜欢哪一个？中国的。啊，是我的，所以说中文的。很快就回答了。僕は中国好きです。哪里好？温柔。温柔。温柔体贴，体贴温柔，日本妹子也是，也是吧。有文化，这一点你不能否认。中国妹子有文化，对，日本妹子没有文化吗？你不能这么肯定的说，你不能说没文化。比率，对对对对对，比率相对来说，哎，不错。我的要求是这样，如果我有女朋友，我想尽量用汉语跟她聊天。你要是不会汉语的女孩，我倒觉得有点没意思。对，是可以说没意思。对对对对对。你想说中文？对，这主要的问题，这主要的问题，因为说日语太麻烦了，最近都没怎么，有点你的母语好吗？日语是你的母语好吗？哎，对对对，确实是，确实是。哎，我想送。这么，记得特别清楚。这样聊天而且奇怪了。我们现在每集都有回答问题中大奖的活动，这集的抽奖问题是：这集的抽奖是这个。详情请查看我们的微信微博。我住在这里的理由，每周四更新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哦。